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？我看到底玩了什么游戏？好，那么各位观众晚上好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个那个蛮有趣的游戏哦。它的游戏名字叫做什么？叫做 CHUCHEL，怎么念我不知道，要怎么念啊？Charging 吗？Charging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念的东西，反正很难念啦哦。它是一款解谜游戏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玩点轻松的解谜游戏吧。好，OK，那现在要开始了吗？笑所以现在声音 OK 吗？声音 O 不 OK 啊？声音 O 不 OK？声音可以吗？声音，我想要声音可以哈。好。那这游戏它其实故事背景在讲说，有一个胡子大叔啊，他就是生活浑浑噩噩啊，哦，那他就是我们要体验他的人生当中呢，哦，试图在他这个失意的当下呢，帮他找到人生的新目标。哦，这游戏也没有什么对白啦。这到底是干嘛？为什么？所以这到底能干嘛？反过来。每个都被屌打。你到底几个拖鞋啊？你拖鞋王呢？哈。本人模拟器。我靠。要把它弄醒有点困难，欸，拖鞋不能用啊，滴水。哦，它是马克杯啊！然后呢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靠，喝枪。What the fuck？ 这你也该醒了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主角长那么丑？丑毙了！到底？变变手，这么简单，没问题啊，直接拿嘛。三小小脚脚，走开啊你啊！怎么回事？我靠！今天我的 GSA 游戏币赚到有1亿现金了，开心！恭喜恭喜！哎，被耍团团赚哎！开玩笑，哎，我是解谜游戏大师，居然被耍团团赚，太夸张了吧！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好，谢谢我们的 CH， 感谢你的订阅。来啊，敢不敢来？敢不敢来？哎呦，这不会啊！啊！走走走走走，你去倒啊！我的啦，喜悦儿啊！偷我东西，哈哈哈哈！啊靠，怎么又是你？喜悦儿弄我，给不给吃啊？Baby， get up， get up， and running， 撞树呢？
算了，看来应该是没办法。是想涂胶是不是？猴子训练游戏，冰原历险记是老鼠吗？怎么又是你？粉红色，我被一只粉红色搞完，把那个东西拿走了。我早餐就不偷，太过分了吧？粉红色搞完。粉稿症，哇！被个柠檬怪吃掉了。Skipper, whatever you go, but I kick it. Tickl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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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ckle. 搞完，搞完还会倒立。搞完上，呼。不错啊，不错啊。这能拔吗？三小，作者是喝康了是不是？看一下，跟他讲话，沟通一下。不是这个啦。天下不，感谢我们的 PhD。折完，往上爬呢。我可不可以戳他眼睛？应该不能戳他眼睛吧。可没办法，拉鼻子。太难过了吧？哎，手变长了，奶酥，没办法哦。哎，都变长了，男人都梦想自己有30公分，你把它弄短干嘛？傻傻分不清楚。折完，哈哈，卡米达的妈，折完，所以没有用吗？往上呢？啊，拔起来，拔起来！这游戏玩三小，我也不懂，我不懂。敲折丸，啊靠，打我，我靠，你在吃里扒外的死东西，臭折丸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折丸，等一下啊，折丸，Belly bel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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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靠，不行吗 ？Open。啊，撬开啦 ，easy easy。有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Yeah！ 呜！哎，不是说好合作？我的头，小折丸，啊，不见了！又一关，拿不到。哎，怎么办？处理姐，靠，没有用，我这个魔
起来好软的感觉哦，感觉好像那种细胶乳房哎。来来来，嘿嘿，雷，怎么办、啊？也推不动，往下压嘞。他明明就没那么重，哇，吃了！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干嘛？我真的不懂哎、欸！跑了，臭折歪！等一下，还有一台，空军二号，空军二号，来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！ Angry Bird， Angry Bird。Angry Bird， 我靠，好难！别怕，啊，飞太高，飞太高！给不给过啊？还在打球，枪仔！哎呦，好痛好痛！哎呀哎呀！好气！他飞不过。Angry Bird， 让我过！过了！狮子！明天打球，求你当啊！被踢回去了，给我倒过来。真的很蠢啊！这逼，这三小，你到底这是谁？你怎么长那么稀罕啊？不能！为什么会那么多稀罕啊？哎，不要吸我，吹寒气舔空。不要吸，不要吹。啊，完了。不行啊。靠，我被他的排泄物排出哎。啊，有了。哦，聪明。不要把我当排泄物！哎呦，艾卡，就把我吃掉了。睡着。哦，好，追到晚上去了。啊，你不要上班吗？这游戏的作者应该真的氪蛮多的，我看。吃爬爬，我被当爬爬吃了啦！我跟我妈说我在看实况，不是在吸毒。好蠢哦，这逼！为什么可以那么蠢？我觉得玩这游戏真的很蠢哎、欸，看不下去了，靠我！我越玩越嗨哎、欸！啊！全部飞走了，是不是很蠢？三小，这个是哪里？
哎，怎么变这样啊？死去！所以这样，所以我该死了吗？啊，没有啊，还活着啊。哎，哲丸不见了，要躲里面哦，哲丸，你是不是哲丸？看一下，这是三小吃进去跟那个，这是笑脸是不是？跟着吧，我那个吗？哇塞，太猛了吧！他的这龟壳这么大，三个选项：俄罗斯方块、小精灵、太空侵略者吗？哦，谢谢我们的维力，太蠢了。老皮持久力是重点，尤其是男人坚持下去，这货太蠢了，一定要蠢一波。三小还真是太空侵略者嘞，有什么的？这三小。哦，好纯啊，这批香醇浓啊！你说上面那个不是那个猪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又来一批，哇靠，有完没完？蓝色，我要伟哥，蓝色的伟哥，只要有伟哥，什么都可以。哇，还现在攻击我，伟哥，卡我哎，混蛋哎，蓝色，哎呦想动，来蓝色，红色来一滴，啊舒服啊啊啊啊哇，我的性能力获得大幅的提升。我说我的性能啊，我的性能。哎，有了，想弄，完蛋呢！来，单挑，敢不敢？一对一，我的性能力啊！伟哥，有没有？他讲伟哥了，我就知道是伟哥。伟哥 ，boss 来了，靠黑子，打过是不是？啊，靠，变红，我现在用红还，我现在用变红还才可以打他吧？伟哥，嘿，水啊！啊靠！打架！打架！敢不敢？啊！哎靠！想压我啊！来，给我伟哥！打架！哎呦，跑掉了！我靠！很会的啊！拦截！哎靠，变黑了！小朋友怎么可能玩这种东西？哎，小朋友玩这种东西很严重哎，这怎么给小朋友玩的、啊？我就不会给我儿子玩这东西啊！小朋友吃这个会对他们身心有不好的影响、啊，是不是？不能给小朋友玩这种东西，这是给大人玩的，成年的游戏，是不是？你给他玩，到时候他都整个中标怎么办？没开玩笑。那个吗？
你有儿子吗？先有再说。这浓度太纯了啦。好，第二关。不能连孩子都一起飘。有了有了。三小。哦，我负责吃那个啊，口死了。我吃樱桃，然后他要吃这个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啊。我不能往上啊。我的上按钮好像有问题耶。真的有问题，我的上坏掉啦。我的上有问题耶，怎么会这样？back 啊，有了，难怪啊！上太多，哇，还有第二关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举了，这给我讲做成没嗑药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我都要吃别人拉出来的东西？不举了，改订阅。吸毒小心被抓到腿被变态，不会啦，这个很纯，很适合大家一起吸啊，这个。八嘎！上又坏了 ，fuck you！ 不是，我现在我上没办法按，我上出问题了，我上坏掉了，上的按钮坏了。你这小麻蛋！爆了一个。有了，能上了。啊，能不能换摇杆？不能欸。我靠，太难了吧！作者是怕别人不知道这什么游戏吗？超夸张，这 logo 出现超多次的。上坏掉了，难怪每次按上都有问题。中出没问题，什么中出没问题？哦，吃这个好爽哦！竟然不是新的吗？没有，我现在键那个键盘拿回去给观众用了啦。我那个键盘送给观众了。抽奖抽掉了吗？我现在用的是旧的键盘啊。我都把好的留给你们哦。浪费啊！这关吃完就没了，你要浪费什么？你要储蓄是不是？我现在储蓄一个大招，等下我到后面会有两个大招吗？没有吧？我还浪费？这游戏还有浪费哦？啊！怕过期是不是？给人用新的，对啊，我把新的留给观众啦。而且我还签名呢，神经病，还跟我讲浪费，我刚才真的想笑死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说什么不要吃啦，浪费啦。上，有了，哇、哦，上好难按哦，都留给分子，没有留给分母，上啊，上，有了 ，fuck，
小精灵吸毒版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上。呼，本了本了本了本。所以到底作者到底吸什么东西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哎，为什么想做这种游戏啊？这个是俄罗斯方块了吧？快还不让我走。巴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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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我是你爸爸。好，所以这是我在玩还是我被玩啊？看起来像是我被玩哎。别压别压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哦哦哦哦，哇！哎靠！下流的人只能向下流，下流只能向下流。哇，两个，不要大哥，不要啊！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要被压制，实在有够阴险的，无搞变态，无搞变态。哎，三小，大哥不要，大哥拜托你不要，你看你还过来想把我压掉。还会消哎、欸，还剩一个，还剩一个，三小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哇，直接来硬的啦，哇吼，我要躲哪里？我要躲哪里？我要躲哪里？啊！不要！我靠！三小，好大！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！吓死我！哎，我都过了吧？你愿意帮我了吧？所以呢，三个奖杯等一个瓶盖，我要换哪一个啊？瓶盖有用吗？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我这个，我们这个，哦，普拿藤，盖子吧，骂脏话了，青三小。干你吧！吃禁药。好了，算是成功了。完了，我的女朋友。不要这个啦，又是粉睾丸。好强哦 ！Don't touch， 有鬼，有电，小心。有电，你们没看到是不是？不要乱碰啊！算了 ，Don't touch。我先观察一下嘛。你躺好。不对啊，我如果自己梦，我等下会爆，我当然会爆开啊。
KK 吃完 KK 靠靠吃完了吃完很累的话来说好强啊！这叫不叫9740？哎，你耶！靠！拒绝往来户。哈哈哈！被骂了，被骂了！原来是生物啊！我靠！兄弟啊，打个交道吧。他不会唱歌哎、欸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跟这有关系对不对？没反应啊 ！He said about it. He said about it. 打下来了。喜憨儿，真的是喜憨儿。笑一笑，喜憨儿。跟。我靠，你也是同樣嘛，你還不是一樣，小廢廢。啊？不行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应该是要把他们全部嘴巴塞满吧。帮他们塞下那个最精华的口塞。You said about it. 拿不了啊！再也不理他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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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室友室友。还在拍手，还在拍手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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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吵了。蓝色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最气耶，超气的那一种。三小，这三小。七个怪，我不是他，跟他没关系。解谜游戏玩得很厉害了，我觉得我的智商跟不上这个游戏，我的智商跟不上这个游戏，哎，真的很可怕。哎、欸、靠！哎、欸、啊我嘞，啊死去！三小，完了，我真的跟不上了，我现在开始跟不上了。这什么东西？
球体，球体去试试看好了。哎，给不给过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一定跟那个有关系，一定跟他唱歌的有关系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弄他。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三小，好恶哦，这超恶的。啊！七个蓝色应该就可以了吧？不行哎、欸！不行不行不行！所以我一定只能自己吃啦。我看一下，我先弄一个蓝色是蓝色是分身术吧，对不对？然后绿色是啊，不是橘色才是那个变蜘蛛。搞完可以吃吗？搞完吃，搞完能吃吗？好可爱哦，搞完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，搞完？啊？你干嘛在干树？搞完干树，搞完干树，太好笑了吧？你为什么要干树？空干完。搞完干树，哇，好恶哦！笑屁笑，还干笑嘞，还干笑。啊，嘿，嗯，没败啊，没败啊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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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角兽，四角兽。一起睡死我靠，根本皮地啊哈哈哈哈哈果冻。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！被当猴子耍，气噗噗。机车盔头怪，给不给？宇智波，告白，笑三小，还不放火烧他？完了，早餐没下落了。
击败人，真的很贱欸。问号。没有用。击败人。出现一个问号。不提示吗？哎，有了！太扯了吧！这又是三小，拿起来！蛋蛋吃搞完。光头哥哥，光头哥哥，我要寻找红心 A 哦。啊呀呀个，嘿嘿，啊呀呀个。叮叮啊！恭喜啦，哈！光头哥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一起，一起，加油！古巨基，哇！我靠，肌肉男呢、欸？我靠，好可怕、喔！还我，还我！靠，这游戏真的好笑。帽子啊，帽子啊！我这，我到底吃多少东西啊？我到底看了什么东西？到底看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看了什么东西啊！啊靠！我又死去。啊！三小，怎么变另外一种游戏了？Go！ 涂在墙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打后面的东西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再再再再再！What？
愤怒睾丸，上不去啊！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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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上面那个东西啊？不能向后射，不能向后射。会怕啊？这三小，最喜欢他。得了。哎，可恶，差一点。感觉上应该是要在上面的时候射他，是不是？愤怒睾丸来，睾丸，来，我靠，那骨还要回避耶，来来来来来来啊，你来啊，你来。照这样吧。哦，真的！你有想过睾丸的感受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如愿以偿了，过关了吧？又是睾丸。到底三小，我靠！哇，越来越凶你哦！来来来来来。Get fight! Fight, fight, fight! Come on! Fight, fight, fight! Fight, fight! Fight! 来啊来啊来啊！要打你一波啦！菜逼发！ Figh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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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ght! 啊，没被打过是不是？啊？生气了！机器人，机器人自己打起来了！我靠，我靠，屌打，屌打，打屌，打屌！我们家睾丸好乖哦，棒棒！我也想养一只这样的睾丸诶，有没有想养的？想养的聊天室打加一。什么竹鼠什么不流行啊，现在都卖睾丸啦，三颗一百啊，全国包邮。可是什么的吧。没有眼睛。拜拜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三小为什么连帽子都会走路？太不科学了吧！真牛，真牛，真牛！
爬。太干了，太干了，太干了！啊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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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辉哥，辉哥，辉哥，要不要玩一下？辉哥啊，辉哥，好玩的哦。智力测验没过，智力测验没过，不行，被锁住了。打开吗？智力测验没过。好像有哦。三小按错了是不是？再看两三个月应该会懂。靠，我会唱他的歌哎。感谢我们的 A148， 谢谢订阅，还有我们的 TT， 甘特 ，Game Tag， 快来订阅看科药，快来订阅看科药，弟弟，生气生气生气了。还是要洗澡啊。长发正妹。喝水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不是你吧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。不行啊，他很黄哎、欸，他超黄的，身体不太好。明知故犯。他起。他不唱歌了吗？九三小，
秋山熊为什么要摸别人的骨啊头？北极，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了。快两个，七匹，真的很贱。好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喝点水。蘑菇头。三个，三个。没有用啊，怎么会融化？它融化不了啊。恭维。靠，有个可怕的，这个是。滴滴滴滴滴滴，宇宙！不行啦，不行啦！小丑帽不行。我觉得一定跟那有什么关系，要把那个蘑菇头推到旁边去吧，然后把它给砸碎之类的，对不对？这也弄不倒，超硬。是不是要帽子？没有，应该是要跟那个，我觉得跟那个机器有关系，一定跟那个机器有关系。推不动。对啊，推不动。啊！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一定，你要先开音乐，然后开完音乐，开完音乐，他说他才会跟着动，有没有？对对对对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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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他会觉得很吵。不对，他要把它关掉了。我以为是会让他很吵，然后他会把它给打爆之类的。我先喝，你好，先喝多点水好了。感觉懂这游戏就很不正常。尿机上面好了。不行，喝完水之后就一定只能够尿尿，不能做别的事情。好黄哦，太黄了吧。这样，如果是说我先用小草呢，要换他喜欢的音乐。我看一下，喜欢的音乐不行啊，不能换音乐啊。他只能开跟关而已。他不吸了，他不敢吸了。哎，又吸了。怎么都快要变回来了？看提示好了。喝水，我知道喝水啊。可是喝水之后能干嘛？还是尿，还尿他身上啊？
掉他身上是不是？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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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OK， 好嗨哦，这个！我看一下，如果换气会变怎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带回去了！完了完了，关机了关机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待会把它换回来就好了。这也太嗨了吧！电子猫被呼呼呼呼呼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以可以，你会砸它？靠北，就是要打我！我靠，好强，算厉害。啊，按住按住 ，fuck！ 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了没了没了。就是要踢我，抱歉，这次一定可以，因为真的蛮好听的。又见面了，我超级喜欢哪一只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右边鼠来第一个，你不觉得越看越可爱？蹦皮蹦皮蹦皮，大家听那个背景音乐哦，蹦皮蹦皮蹦。好可爱啊，这个哇，哈哈哈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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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尿他，阿靠，分支屌是什么东西？搞完，搞完你还闹？打搞完，打搞完，感谢我们米库鲁。怎么有两只？太强了吧！我靠！不要吧，大哥，不要啊，不要吧！真个吧，真个吧，真个吧，真个吧！啊，又回来了！真个吧。Up,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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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p, hop. Who's that? This is a dog's ET. First, the whole dog, okay? What is this? A horror game? Yes.
哒哒啦啦，哇，还要入侵地球啦！是不是？感谢九七零，那唱个歌吧。靠！这样你也不满意？我该救你耶！看电视怎么样 ？TV TV。太凶了吧，大哥不要这样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菊花催眠？小宠物可以吧？喵喵喵！没办法。很难取悦，妈欠欠骂是不是？滚回你的外星球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八加九。靠，又来一锅。不行，这个好像对付不了他。哇！他比较壮啊，超凶！我靠，来来来来来，指引你的队了啦啊！加，靠靠靠！秒杀！这太硬了，打趴啊打趴！很好笑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欠童！这游戏是我看过最可爱、最歌一样的游戏了。最歌一样，哇，真是他莫属，是不是？我靠！阿老兄弟，跑去拿光剑了。你哪来的自信心？哪来的自信心？大哥，拜托你啦，大哥，我求求你嘛。原来外星人花粉症这么严重，又来一台！送他猫，我一边。靠，没用。完了，纸飞机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丢垃圾没有用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，搞完！搞完！这什么东西？我该拿弓箭，为什么射不穿？为什么拿弓箭射不穿？我靠！射到鸟了！看我反射！神射彗星，反射力量！我靠！猛！再来啊！他真的太强了啦！来，再一发，没用，不行！哎呦，睡哦睡哦！翻开覆盖的魔法卡。哇！还不死！哇！搞完，搞完，哎、欸，哇塞，这还不死！哇，射哪里啊？好屌！这三小游戏，没有空的。大哥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怎么还跑？跑哪里？长太快了吧！跑不掉了啊！跑不掉了啊！你们不是有那个黑色的吗？怎么是他？不行，他永远躲不了啊！我应该是要射黑色这个吧？下来啊！走，差一点，中了，哎，差一点，到底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到他啊？啊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再发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在这边就是这个就是一块了，这样子呢，没反应，点餐也没用啦。真小，有了有了有了，
赶尽杀绝啊！好了。距离更长哎、欸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！太慢！中！玄蟹小，我靠，又来！超不规则的啦，中！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靠，太夸张啦！中！哇，睾丸，你都登月了，睾丸，别闹了，快下来吧！太难了吧！白头偕行，我靠！你说射爆给你看！哇塞！世界毁灭！新朋友，我绝对不要抽真哦！到底在摸什么啦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不要再摸啦，快跑啊！还笑？四人瓢虫。全剧终，剪一支嘴，查甫人吼，怎么办？又是一关，小只的。我靠，弹力十足！这只呢？哎呦，吓死人！怕，越小越可怕。北七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
去喷烟，喷烟没用吧？就感觉是把这个放上去，对不对？三小。啊，错了，不是，是我要弹那边弹进去才对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黏住了。应该是这样子、丢丢丢丢丢，然后放这边吧。哎，掉下来了，不行，所以我一定指我踩那个地方啊，塞住呢。没有。没有用啊！小智的放左边，小智给他吃不是吗？喜悦，哎，我觉得我可以配这游戏的音哎。这个如果要出第二代的话，记得找我。然后我要给他吃，是不是？不行啊，我没办法给他吃啊。不对啦，反了啦！是我要上去这个地方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呀，吃。啊，我懂了。对，没有错了。对。不对呀、啊！我看提示好了。太难的啦！喷上去，二三啊！这样子，第一个要先这个啦。小智的不能先放，先放的话你会飞上去。有了，然后送他吃。什么意思？靠，我智商跟不上了。我跟不上智商哎、欸。弹。啊！有了，先放这边啦，然后。完了，智商下降了，智商下降了。哇！吃了，然后呢？
公三小啦，听无啦。然后我接下来我站哪个位置啊？嗯，我要站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弹出去。Change。Yes。我靠！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大哥。睡着了，睡着了。靠！你根本没睡啊，被假睡。靠！摸错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不！智障儿子！爸爸，你是智障吗？我到底在玩什么东西？妈妈，你是智障儿是不是？好啦。好啦，我看时间不早了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咱们明天再继续玩这款游戏。这游戏应该快破了吧？哎，看我剩下几关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剩六关哎、欸，那我们把它破关好了。好，我们把它破关，我们把它破关。嗯，剩六关。剩六关，快破了。牙刷不行啊。阿嬤的氣氣，啊靠，光速逃，不行啊，有什么东西可以修理他一下？应该是要我让往上。喷一坨屎出来，牙刷呢？啊！头还没开啊！有了，十一点，哈哈哈哈！有没有人不喜欢刷牙也是这样？会怕、啊？水龙头呢？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？丝丝蛇。打架、啊！还把我载走！
吹波，你也是蛮可爱的嘛。哎呦靠，还打我哎、欸！可是我也不能吃这个啊。那要试试射出来。他怕蛇，对不对？这绿色是干嘛的、啊？三小，到底是三小？我不懂啊，我真的不懂。绿色弄多一点吗？又是你，来，按错了 ，sorry。没了，饿死了，好饿，拉稀你哦，饿死了，有了。可他这样他就不让我过去了啊。机车。这样呢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所以他只有在蛇在的时候，他才会那个嘛，对不对？三小，我知道了。狮子蛇，还想出去？那你有家归不得。不是啦，走错了啦。再次。啊，要先把那个假牙弄出去啊。不是，我们把假牙弄出来。早难不用假牙。有了，有家归不得啊！谢谢沙小，我也不懂，不要问我。快了，剩几关了。Open。被人偷摸，我靠，这什么鬼？哦，谢谢我们的梦特。艾希拉波浪符。
二十一了，二十一了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来数，给什么杯呀？做人不要贪，做人不要贪呐、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死定了！惨了，惨了，惨了，惨了！啊靠！完了！他玩我啊！A B， 笑你！搞啊！你看看你是不是？下次骇客任务要选红色还是选蓝色？是不是啊？红色。蓝色。三小，我要嗑药。给他这个好了。我要笑脸。失败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要让两边都打起来啦。那我要吃红色的。错了吧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要吃红色，然后我要吃蓝色才对。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然后我要吃这个吧。三小，一堆脑麻。有了，他接近，接近了，接近的啦。小马，米天空，所以我要吃蓝色的。有了有了，然后他吃红色的吧。右边刚才全对哦，真的假的？刚才搞完对了，真的吗？只有两边，我两边又错了，哦，好吧，差一次了，happy happy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跟他的那个标签上面的东西是一样的。两个喜悦人。有了，好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所以我吃蓝色还是吃红色啊？我刚才先吃红色嘛，然后他吃蓝色。变怪物的话要吃蓝色，我是红色，他吃蓝的没错啊。都吃蓝色吗？然后我要沾什么？小狗，红色变鱼，狗一坨屎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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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成功了，可是我还是一坨屎。那我沾条快乐的屎。
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爪都一模一样啦。快乐得意东西。好，都蓝色的吧？左蓝右红，没有全蓝吧？要变小狗都要吃蓝色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然后我这边要变小狗的话，应该是要这个吧？有了有了有了。他变猫，然后我变狗。笑死！到底要给我啊？我靠！关卡怎么变这样了？变马戏团欸！太难了吧！我靠，冲浪板！喂，还换人做做看怎样？跑跑姜饼人。两搞一杯，黑搞完跟红搞完，两搞一杯。紫色的包什么鬼？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啊？疯了疯了疯了，失智失智。失智了，失智了，玩坏了。我什么时间点跳啊？我现在不能按任何键啊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闹鬼哦！哎呦，网络色情守门员，看驾驶员。
呜呼！来呀、啊，没有个能打的，我给打十个。贪生食言的手速。哎呦！再来啊！我靠！全上！搞完没事。大只佬！搞完救命！搞完！我开始训牛了耶！哎，搞完其实蛮强的，好猛哦！伸展操哎、欸，傻眼！下去啊！哎哎哎！有了有了，搞完嘞，搞完嘞，动之以情。我靠！就是啊！我靠，好难啊！啊！阿嘉，我最会的。反击拳！超速拳击，我靠！作弊吧，不行，所以只有一个方法，用爱，用爱征服他。我爱你。靠，爱也不行。也不行。
不行啦，这太强了，这只瓜牛，瓜牛，赛马，赛马，赛马。走啊！屁嘞！冲啊！碎了！三小。我要怎么赢？有赢的他就会给一个，是不是？吹气，吹气赢不了、啊。西洋棋。确实这个方法蛮有用的。给我太可怜了吧。还会来补刀，啊！快点！来这儿！原来只想要有人陪你玩，是不是？相惜的这两个，等一下还要选呢、欸，我要从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左边打加一，右边打加二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加一，好好来吧。不好意思，太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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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还是走加二吧。左边太香了，右边比较好一点。脑切，脑切，脑切！Okay.恭喜两位！又来一颗！哎呀，这都是谁的？谁？
靠，不是吧？又来。The end。搞完好可爱啊！搞完。从今天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学到了很多。我们学到呢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是不是？大家学到了吗？蛮有趣的，蛮有趣的，好吧？是真的还蛮好玩的啦。我觉得偶尔玩这种 Kang Game 其实很舒压哎。我觉得今天那种整个压力啊，跟那种比较不好的心情都舒压舒掉了，有没有？真的是很舒服啊！这玩一玩，坏心情都跑掉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大家跟我一起度过这两个小时之后，整个开心很多，是不是？有益身体健康，又 Kang 又好玩，是吧？真的很有趣，真的很有趣。虽然刚才中间我刚才一度跟不上他的节奏，他这实在太强了，我都快跟不上他智商的那个转移了，好可怕！智商也输掉了。你觉得你到了异世界哦？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啦。好啦，那今天时光先到这边啦。那谢谢观众各位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喽。OK。大家晚安，拜拜拜拜。那不要忘记，其实老皮的 YouTube 一直有在更新新的影片。那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来去 YouTube 看一下，帮忙点一下影片啊，看看影片也不错。今天有更新那个昨天晚的三号星期五的精华影片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，拜拜拜拜，晚安晚安。